天是星期六，现在我们要去的哈吃个早餐，然后等下我们要去那个格呆，在好像在马萨 University 那边，它是一个来很多 local artist 的那种市集。来，我的小弟跟我一起。Craving for matcha latte， 这就来了 hijau 买，这边带他来 try。你 order 什么？一个蓝吧。try 看，味道如何？有点像甘蔗水。哎，还有甘蔗的也是。呀，它甘蔗的那个就 taste like 真的是像甘蔗。我没有喝过，我要喝看。刚刚我们就是去了 One U shopping 了一下，现在我的家。我们在玩，这个叫什么 ？2K。2K。这是 square 你啊。现在我们要去吃凤凰府，有很好吃的 hot pot。弟弟。耶。好，出门了，这个是我的 OOTD。我们现在在 KLCC， 炸鬼雕，可可那 shake， 辣椒，阿三辣椒，看起来很辣。大东西应该是不辣，阿三辣椒也是辣，这个可以吃辣。突然间又变成要看电影的小弟。现在才4点，我们来吃小弟 craving 的 ramen。我懒惰。Happy day, 弟弟。星期五，然后现在我们要 on the way 去做工，现在才早上7:30吧，因为会大塞车，所以我们就超级早就出门了，今天6:30就起来了，那么早就超级多车了。然后现在因为还很早嘛，所以我们等下可能就去他的公司附近吃个早餐了，然后我等下再搭 MRT 去我的 office， 因为我 office 离他的公司 one stop away 吧。然后今天就是一个星期五，大家晚上有个活动，就是要去看 Black Panther。今天晚上要去看那个电影是摄影彩，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公司的一个 event 啦，然后他的票哦就10块钱吧，可以看到 Black Panther， 所以我们就等下晚上去看，非常期待。那就来这个早餐店吃早餐。
每次去那些 cafe 我很迟才开，然后做工之前都没有地方可以吃，是不是？嗯 ，yes yes。好松，刚吃完早餐了，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公司了。什么生日 party 的？是，它是 free sitting 啊，所以可以开全部冲进来。今天是星期六的早上，然后现在我要去 gym。上个月呢，我就是刚 sign up 了 gym， 我已经差不多有两年没有持续的 gym 了。之前在 Australia 的时候，就是会每天，也没到每天啦，就一个星期可能三四次这样会去 gym。可是回来 Malaysia 过后，因为之前在 JB work from home， 然后有 lockdown 嘛，所以也没有机会可以去 gym。现在在 KL， 然后开始做工了过后，又非常的忙，而且那个 gym 的地方就是要驾车去了，就有点麻烦。可是上个月终于下定决心的想要持续的继续做 gym，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做 gym 可以帮我 release stress， 然后可以让我找到内心的平静。之前没有 sign up gym 的时候，我就是有用那个 class pass 然后去那些 classes 这样子。其实那些 classes 也是不错，只是大部分都是那些 cardio 的exercise， 比如 spin class 啊，boxing class 啊，全部都是做 cardio 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sign up gym， 然后要 build up 我的 muscle。做完 gym 了，现在我要去吃东西。等下应该是去 Moncara 的一个 cafe 吃早餐。我们现在在一个蛮出名的 cafe 叫 CC by Mel。里面没有位置，所以我们坐在外面，生意超好。现在都现在超好吃的，刚刚我们已经吃完了它的这个aglio olio， 非常新鲜，也很好吃，可是有点小辣。But overall it's good。现在 try 它的这个 sando， 它这个 sando 里面有那个 salmon， 然后它这个蛋哦，有点酸酸这样子，很好吃，会很像很腻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吃那种 sando， 因为它全部这里都是蛋嘛，然后吃多少就很腻，然后它这个蛋是有点酸酸这样子，非常好吃。我们现在来一个 ice cream 店买 ice cream， 我们有 free 的 voucher。我们刚回来，然后刚我们就去旁边练，然后去了 fresh， 要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刚我们去 fresh 时候是要拿这个，因为我变成 fresh 的 member， 然后它就有一个 complimentary gift 这样子，然后刚我们上去拿这个的，来开给大家看里面有什么。就是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 sugar。lip 的应该是 lipstick， 然后这个是 face mask。然后呢，因为我之前就想着买一个小罐一点的香水，这样子可以放在 bag 里面，随时要用什么就用，所以就又买了这个灯，超可爱啊的 packaging， 一个盒子这样的，很 Christmas 的，超 cute。 哒哒 ，Oh my god， so cute。而且它是纸，它还有喷那个香水，所以超级无敌的香。我就买了这个，它是在 roller 这样子的，
然后因为现在有 Christmas 的 offer， 所以他买两个就是149，不然一个单单买一个的话是93块好像。所以里面就是这样，有两只这样子的 roller， 就我觉得非常方便带。然后刚才就给我们 try 了几个口味，然后我比较喜欢这一个就是 Rose Morning， 然后还有这个 Fresh Life 的是比较适合男生的，所以我就给 Jen 用。然后刚才还有给我们 try 一个是 Grapefruit 的，那个也是蛮不错的， but 这个Rose Morning 比较耐闻，所以就最后选择买了这个。嗯，真的超级好闻，还有一种Hotel 里面的味道，而且它就比起其他香水没有这样很贵，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大家可以去 try 一下。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知道这个影片是很多个日常拼凑起来的，可是过后会更持续的更新还有拍影片，所以大家 stay tuned， 记得帮我 subscribe、 like 和 comment。